我已经这边吃饭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我想两个小时烤应该是应该够时间了，应该够时间。然后这个应该是火锅料，这应该是火锅，这不是烤，啊，这个才是烤。哦，只有把老婆的鸡肉也放下去。好啊，老婆的鸡肉。它的火锅应该可以先放下去，我先把墨牛丸先放下去。我的蛤蜊要不要放啊？我要啊，我会全部放下去。放下去。哎，倒进去就好了，对不对？小心会溅哦，会溅。然后那个莲藕。那么快放下去了，好吧，你放放一天吧。莲藕，然后这个是这牛肉嘛，这个是牛肉。嗯哼。牛肉，我不喜，我喜欢煮熟，我不喜欢。我喜欢把它煮熟一点。这才会拉肚子。嗯。然后呢，芋头的一些不容易熟的要先放。嗯。它容易熟的待会再放。哎呀，用掉了。不容易熟的放。然后老婆的这个南瓜。老婆有豆腐皮吗？豆腐皮没有啦，最后对啊，不用你这个不如你拿过来呢，因为是让比较方便夹。然后黑木耳，老婆就是下线。哇，大一遍。大一遍的黑木耳。啊，海带结，就是海带结。然后青菜是最容易熟的，就先往底下。好，有点像。对啊，菜不要给我啊。台湾的三妈臭豆腐，啊，这你青菜最后一下。你对了，菜不放。嗯，对。还是之后放呢？现在放。现在放，那里面豆腐皮是最后放嘛，对不对？嗯，都没熟味了。看烤的肉烤得怎么样啊？啊，这已经焦了、啊。这样漂亮、欸。这样漂亮、啊。然后这个呢，我们要这样子翻过来，就一定要烤熟，不烤熟就吃会拉肚子。尽量呢，我是不知道它是不是中间的火是最大。对啊，就把它刷了。哟 ，OK。另外一家它的小费是固定18%，它这边呢感觉是小费是自己斟酌去。它好像没有给客人服务。这里的这个 K-pop 都有开很多分店。你去哪之后就会有了。对啊，我去哪到时候就会有。反正大概是明年。那我们现在在看个尸体，先试试看。肌肉可能要再下一次。那我们没有任何汤条可以挖火锅。对，我没看到任何的大单表，所以说它这个只是用这直接夹就好了。对，这里这个是夹生肉，这夹生肉放这边。喂，好了，我不要录了，把电脑搞定了。啊，它这烤焦之后，就是他刚刚问
要不要 grill change， 就是烤盘更换。然后我们烤的嘞就是这样。那我们还没找到啊。哦，还没找到。好，现在来。有什么 ？Thank you。哦好，有 ，OK。好，我们来祷告。现在我们烤第二批了哈，这边是烧下去，全部都是肉，呵呵呵。然后呢，它的肉都是卷起来的，所以要赶快把它打开来。看来，其实它烤三房烤完了只有这样，感觉很少。所以这次呢，我就是点多一点。在韩剧里面呢，他们说吃肉啊，准备吃肉啊，这就是韩国的烧烤肉文化。对啊，把它用它来烤。它因为上面那第一盘呢，它很快就会那个盘子很快就焦掉。OK， 就是尽量先，它都把它卷成一团，对啊，所以要把它都打开来去平均的去烤。好了，好。How many pot belly？ 啊？都是泡白。对啊，你照点啊。我没照你点，你自己点的。为什么说我照你点？没有啦，不是啦，我教你点东西。我点想吃的。然后你就全部都是泡白。对。就是我就感觉这泡白里炒出来是比较香，比较好吃。它有单纯是泡的。啊？它有单纯是 pork 的，啊，单纯是 pork 的，嗯，然后这个就是，哦，这个就是单纯是 pork 的，然后就把它都弄到中间，就比较容易吃。那你还在录，已经 OK 了，你慢慢吃了。差不多嘞，就开始给它剪小块，然后让它容易翻，用手。我开始那个像韩国欧巴。韩国欧巴。这就是传说中的韩剧猪肉夹生菜，不是生菜夹猪肉吗？哦，对对对，生菜夹猪肉，我讲错。就是我看他们呢，就这样包着。不要火灶嘛，对啊。这不需要有人啊。好，那就这边呢，就是有葱、蒜、辣椒、蒜泥、辣椒酱、辣油，还有什么 ？kimchi， 对啊，柠檬、橘子，还有萝卜，有白萝卜。啊，甜点就没有，甜点就只有蛋糕啊、芝麻球、春卷、薯条，就这样。哈哈，啊，我们可以在这边现在照一张，啊，等我一下，啊，加个8吧。哇，那个 Lexus 那么土耶！啊？那个 Lexus 那么土耶？哪一个 Lexus？ 黑色的？对啊，金色标签。对啊。因为亚洲人就是要金哦。好，好土哦。哈哈。越金越好，越黄金越好。香港人，嗯，当然啦，
嗯，金就对，亚洲方面就啊黄金经典。好了 ，K-pop 这一家的感想啊，一般般，说真的。哇，有人开八果过来吃哦，他应该是从露营区开到这边来啊。对啊，还好啊，这边停车场吧。嗯，就是感觉是该怎么讲呢？没有太多惊奇的地方。没有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吃的很好。哦，对啊，对啊。因为我在香港，它那些品种全部都很好，其实。嗯，这个比八果菜。如果火锅的话，我会觉得我会宁愿挑我们上一次吃的那一家。对啊，嗯，它这一款没有额头床，对啊，它这个就是那个好了，吃饱了，哎呀，刚刚进去的是侧门，所以不是大门。这里是老婆找的有 hot tub 的旅馆，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应该很值得。但刚刚我们吃完了那个超级撑的那个，这里是大门，这边就是check in 的地方，叫 Hotel Lotus 莲花饭店。然后呢，一进来一个招待员都没有。早餐6:20。这里还有个早餐，还有游泳池。Hello。Good。Yeah. Yeah. 需要考试。需要考。这边哪一家？七呀。Which floor is for the spa?The spa and the pool is going to be on the first floor. First floor. It's right down here. We've got elevators about halfway down on the left hand side. It's kind of like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of one of those elevators. Okay. Okay. Thank you. Do you guys have a preference on floor? Want to try and be on the first floor where the spa is? Or do you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 什么？你想要哪一层楼吗？都 OK 啊。Doesn't matter. Yeah. 最高的会怎样？那边送车子出去了，这边有早餐的，我们有早餐。他应该是有。再问一下，没有晚餐，只有早餐。怎么会有晚餐呢？I get a signature right there. That's just saying that it is a non-smoking building. We're not finding any
All your basic rules. Told you where the pool and spa was. We'll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from 7 a.m. until 10 a.m. Oh, 7 to 10? Yes. Oh, okay. Yep.Any hot food? Yes, there'll be, we usually have like eggs and potatoes and some other sort of meat like bacon or sausage and biscuits and gravy as well. So, it's actually quite a nice breakfast. So. Nice. My name is Chris. If you don't need anything, you can go just make yourself at home. Again, all these are right there. That is second floor. Okay.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second floor.刚刚你说有任何热的食物？水果。好啊。走廊挺不错的啊。啊，来，这个是侧门。给我们是 second floor， 因为我刚刚在看，还没有按。如果日冷是这一层的话，那可能就比较潮了。哦，对啊。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比较潮。哦，就是人来人往。对 ，first floor。还有 lobby 是大厅是。还有dining area， 就是刚才那里面吃饭这里就比较暗，刚刚下面比较亮，这叫等儿。需要擦墙壁吗？不用，不用擦墙壁。哇，两张大床啊！好暗啊！咦，在哪里？在哪？这个。哦，其实它有吹风机，我早知道我不用带。就不用带。但是我那个比较快。我是不是想着这边房东都没有开？对啊。只有那些单元啊？什么意思？是直接开这些单元？那没有大灯哦。对呀、啊。是。这比较 warm 吗？比较 warm。给你两张画，两张大床。哎，外面。看停车场了，然后看到蓝天了。看到蓝天啊？对啊，就这样。然后高速公路在那边。两张大船，你不能租只有一张船的话比较便宜啊。我们不需要两张船吧？没有啦，因为我忘记了挑，好像它只剩两张大船。只剩？对啊。外面没有很多车哦，外面那个停车场我看只有停个20台而已吧。对啊，我还带药厂的工作包包，我 walking home， 不错。睡一张大床有多好？就可以睡很好的，卫浴有吹风机，这个镜子是这样，啊，衣柜，有个衣柜，卫浴还好，不错，哎，老婆这边来一张。那还有只 TJ Max， 哎呀，不是要帮他卖广告啊！一二三七 ，OK。这是72度，有点闷。这是72。哦，各位调低一点。这是
还是慢慢吗？我感觉冷一点会舒服一点哦。嗯，它好像都没有在动。哦 ，OK， 这样调，现在暂时调七十了的。但是有开吗？有啊，酷啊 ，Fan 是 Auto 啊。Auto。对啊。好，我调低一点吧。啊，调低就有。68。OK。那个是不可以挂的，那是喷水孔。哎 ，OK， 电视有没有 Netflix？ 家里就有看 Netflix， 还没冰箱？有啊 ，Microwave 在这里，冰箱在这里，是下面。冰箱下面。啊，是后来有一次我就。跟同事讲，我说我们买冰淇淋回去，然后都融掉。他说你有没有调温度啊？我说啊，要调的。对啊，嗯。所以它是有个架子。有个架子。有 warranty， 要 register。这个牌子叫 SAC， 这个牌子叫 SAC。 他说是 Number One Trust Industry。 哇 Number One。 I'm not sure, no, it's my mom's case. Yeah, probably will get it into fix.Because、mm-hmm. I already have a phone to use, no matter how long they... yeah, that's true. how long they take to... yeah, you might as well get it fixed. Yeah. You'll have a backup. Yeah. And you know, after 18 months...、Mm. Design for Sensor.、Mm. Yeah. Now, anti-microbial. 嗯，太阳光。
拿新手机看一下。嗯，他现在还在。还在啊。对，他现在都还。老婆拿到新手机了。OK, one, two, three, cheese. OK.